大家好，我是肥四，欢迎收睇香港早晨。凌晨7時，天气晴朗，今日天气点啊？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夜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跟住睇下今朝嘅新闻提要。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并且表明冇耐之后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 商务专员执业房屋署无视用公共屋邨闲置空间，有区议员就话应该攞嚟俾人住。特朗普推翻另一项奥巴马政策，表明禁止跨性别人士喺军中服役。详细内容，美国联邦储备局维持利率不变，并话冇耐之后会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 联储局制定货币政策嘅公开市场委员会结束一连两日议息会议，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维持喺1到1.25厘，符合市场预测。委员会预期日后经济状况将会容许联邦基金利率渐进上调，又话现阶段会继续将目前持有嘅债券到期后攞翻嘅本金，再投资喺半官方机构按揭证券同埋喺持有嘅国库债券到期后换债。 至於幾時開始縮表，上一份聲明話會喺今年，而最新一份聲明就比較明確表示會喺短時間內。另外，會後聲明評論經濟狀況嘅語調比之前樂觀，但物價下跌嘅情況就比之前差。聲明指經濟活動今年以嚟一直溫和增長，勞工市場持續轉強，而失業率就下降。重申職位至年初以嚟平均嚟講一直穩步增加，冇再提及增長步伐減慢。 另外，聲明指家庭開支同企業固定投資持續擴張，重申短期經濟前景比預期好或者比預期差嘅機會睇嚟大致均等。至於通貨膨脹狀況，整體通脹率同埋扣除能源同食品價格嘅核心數字都下跌，處於2%以水平以下，而上一份聲明並冇提及核心通脹下跌，並且形容兩項數字係稍低過2%。 联储局预期通胀年率喺短期内仍然会稍低过2%，但系喺中期内会喺1%以目标附近稳定落嚟。目前正密切监察通胀发展。联储局下次议息会议会喺9月19到20号。根据上次会议后公布嘅中位预测数字，联储局官员认为联邦基金利率喺今年年底嘅适中水平系1.375，比目前利率水平高0.25厘，即系今年余下时间可能会再加息1次。 而市場對年底將會加息嘅預測就降溫。短期利率期貨價格顯示，交易商預期12月加息嘅機會率由議息會議結果公佈前嘅稍低過50%，下降到只有40%。無線電視記者尤家輝報導。 紐約股市上升，三項主要指數都係創新高，受公司業績同聯邦儲備局對經濟有信心所支持。 道指收市升97點，報21,77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跌5.91點，報2,47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2,477點，升5.91點。科技製造商科音、電信商美國電話店鋪季度業績都係好過市場預期，加上科技股繼續有買盤，美股受到支持。 下昼联储局表示，冇几耐会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显示对经济有信心。大市进一步上升，道指首次升穿27,000点，早段最多升近129点，创27,422点嘅纪录新高。其后升幅收窄。下昼联储局公布议息决定之后，走势反复，最后连续第二日上升，创收市新高。标普500指数亦都系连续第二日上升，创收市新高。 波音公司股价升4.8%，系升幅最大道指成分股。美国电话店报升4.9%，福特汽车季度业绩好过预期，股价仍然跌1.8%。喺科技股方面，网上商贸公司亚马逊升1.2%。纳斯达克指数创6,432点嘅纪录新高，最后连续第三日创收市新高，报6,422点，升10点。无线电视记者陆子琪报道。 喺美国买卖嘅港股裕拓证券同本港收市比较，造价普遍上升。汇丰控股收市至合71.1，比本港收市升5.05；中移动84.11升4.61；中国石油股份5.1升5；中海油8.85升5；中国石油化工6.04升升3。腾讯控股3.03个4.1升2个4.1。
中人壽廿五個一毫八，升一毫八仙，創和一百一零一個兩毫九，跌兩毫一仙。港交所二百一十九個六毫九，升八毫九仙。聯想集團四個八毫九，跌一仙。申訴專員主動調查房屋署有冇善用公共屋邨閒置空間。房署話曾經將小部分一類空間改造住宅，但要全部改造居所會有困難。七十年代落成的何文田愛民村樓宇低層有一整列雙連單位，部分用作儲物室，部分就空置。不嬲都空置㗎咯，啲人中意抌嘢抌咗嚟呢度啫嘛。就有啲嗰啲唔係咁正常嘅人咧，就喺度瞓覺嘅。位於東九龍嘅順利村亦都有同類情況。其實我覺得都係嘥嘅，有時整好咗真係好多用途用嘅。申訴專員公署話：一啲早期落成嘅公共屋邨，零散嘅閒置空間被房屋署改作儲物室，出租俾租户或者交由互助委員會儲物。但公署發現空置率高，決定主動調查。申訴專員公署認為，公共屋邨嘅空間係十分珍貴嘅公共資源，房屋署有責任妥善處理。房屋署話，目前全港大約有2500個呢一類儲物室，其中大約六成係用緊。有區議員建議將呢一啲空間改建成住宅，增加一啲嘅窗口啊，或者係按翻我哋房委會嘅嗰個規格裏邊去改裝一下，做翻適宜我哋居住嘅單位，咁你就可以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嚟到去租用啦。譬如而家都輪候冊裏邊，大家都知道嚇，即係好緊張啦，好多居民而家等緊上樓啦。房屋署話：呢一類儲物室一般係大廈入邊零散、空間狹小、欠缺天然照明同埋通風嘅公共地方，而樓底高度大多不足2.5米，唔符合現行建築物條例對住宅單位嘅法定要求。有測量師就認為改建成住宅技術上可行。個別單位可以做啲評估嘅，我覺得仲有啲折衷方法，譬如用啲人造燈光啊，或者係做廁所都要做翻足夠通風咧。其實我覺得咧未必係好大影響。房署話前年喺技術可行同埋符合相關法例嘅情況下，改建過大約20個儲物室，作住宅單位或者其他非住宅用途，會繼續探究任何可行方案。無線電視記者楊家俊報導。灣仔同尖沙咀兩間同名嘅鐘錶行俾人淋紅油，警方列作刑事毀壞處理。凌晨4點幾，灣仔洛克道近堅拿道東一間錶行鐵閘俾人淋紅油。影午夜，尖沙咀金巴利道一間同名嘅錶行亦都發現俾人淋紅油，警方懷疑兩單案有關，正係展開調查。美國總統特朗普話唔接受同唔容許跨性別人士喺軍中服役，話美軍唔可以負擔沉重嘅醫療費用。白宮話將會同國防部商討點樣落實建議。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接待一班学生领袖的时候，被记者问到他不容许跨性别人士入伍的决定。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咨询军中将领和军事专家之后，建议是美国政府不接受和不容许跨性别人士在军中任何岗位服役，说美军必须专注取得胜利，不能够负担军中跨性别人士带来沉重的医疗费用。在白宫记者会上，发言人桑德斯形容是特朗普的军事决定，至于怎样处理正在军中服役的跨性别人士，要由白宫和国防部商讨。That's something that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the White House will have to work together as implementation takes place and is done so lawfully. Obviously, it's a very difficult decision. It's not a simple one, but the president feels that it's the best one for the military. 決定隨即惹嚟批評，包括民主黨眾議員，佢哋喺國會山莊外集會，批評特朗普唔尊重服務國家嘅人。It is a cruel and arbitrary decision designed to humiliate transgender Americans who have stepped forward to serve and defend our country. 有組織估計，有過萬名跨性別人士目前喺軍中服役。有曾經參軍嘅跨性別人士對特朗普嘅決定感到非常震驚。As a veteran, I am so proud that I served my country. But this is a major, major setback for us. It seems like every way you turn around,
There are people discriminated against the trans community for one reason or another, and none of it makes sense.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Thanks for being here. 上年時任國防部長卡特宣布解除禁令，容許跨性別人士加入美軍。原本預料今年起會招募跨性別人士入伍。無線電視記者梁浩瑤報導。德國北部地區連日落暴雨，引致河條多條河流泛濫，唔少城市水浸。北部哈茨山區一帶多個城市星期三上晝都被泥水覆蓋，水位去到小腿，居民都忙於清理積水同埋擺放沙包抵抗水流。水浸情況在室內都不能夠幸免，過千個居民準備疏散，消防員亦都出動在河邊堆起兩行沙包防洪。由於水浸嚴重，當地兩條鐵路線要關閉，當局發出水災警告。北韓軍方集會紀念韓戰休戰協議簽署64周年。北韓國營電視台發放的片段可以見到，幾千個北韓海陸空三軍部隊星期二在平壤的廣場舉行集會，代表向陣亡將士紀念碑獻花。軍方高層致辭時說，當年的戰爭成功抵禦美國的侵略，捍衛國家的主權。韓戰爆發三年之後，1953年7月27日，北韓和聯合國聯軍簽署休戰協定，但兩韓至今仍然未正式簽署和議。美匯指數觸及13個月嚟嘅低位，原油價格升超過1%。轉頭翻嚟會有詳細報導。豪張唔止去下味，冰球咧就柔和啲啊。好香，燉咗之後咧就令身靚好多嘅。哦，即係又甜又令。姜絲是劈腥神器，不要多內外夾攻的腥臭味沒了。煤氣烹飪中心40周年呈獻阿爺廚房，今晚10點半翡翠台。你怎麼有人保護我？你不是還有碎東西心虛啊？是不是啊？屈辱親情重重阻隔，很多東西不是你看得那麼簡單。你快講啊！天可公平，當你失去了一樣東西的時候，他就會給你另外一樣東西。軟辱之恩如何報答？媽，我會好好珍惜你給我的所有東西。高子傑是我的親生仔，他根本就想搶我們的身家，走啊！你究竟是什麼人？你不講清楚，我使自首。分兵起源領情獻同盟，8月7日晚9點半翡翠台。我們要一路玩一路吃，用指定的時間吃完東西吃去，等你用牙齒服食我。瘋狂下水禮2017，星期六晚8點半，翡翠台。電影創作班底，場景服裝瑰麗精緻，內地巨製奇幻劇《追玲瓏》，街賣 Twist Park 有得睇啦。社會發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統計數據，啲數據喺邊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統計處職員會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數據，亦會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資料，啲資料咁重要。根據法例，我哋一定會保密。大家一齊幫手，未來嘅發展至會更好嘅。政府統計調查，支持參與，靠你啦！粵語結合歷史，從根本了解香港故事。嗱，你依家飛發部咧，老字號嚟噶，拍過電影噶。吸取外來語精髓，練就獨特方言分支。水應該就係純嘅代稱嚟嘅。粵港粵斬鬼，星期六晚8點，翡翠台。NBA 球星閃耀登場，粒粒皆勝。CBA 大軍全力迎戰，絕不手軟。史上最華麗的中美對決即將上演。中國人壽海外特約，中國人壽2017搖基金慈善賽，星期日晚7點4，J2 現場直播。
晚早晨。美元匯價下跌，美匯指數觸及13個月嚟嘅低位。美國聯邦儲備局並冇加息，並表示短期內會開始縮減資產負債表規模。美元受影響，對日元曾經跌至111邊緣，美匯指數跌至去年6月下旬以嚟最低。睇美元嘅最新匯價，日元111.16，英磅1.3113，瑞士法郎0.9507，歐元1.174，加元1.2444，澳元0.8003，港元7.809。轉睇港元匯價，每百日元7.0228，歐元9.1681，英磅10.2418，瑞士法郎8.2118。加元6.2735，澳元6.2484，新西蘭元5.870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35。原油價格升超過1%，紐約期油升至8星期以嚟最高，咁受惠於美國庫存減少。紐約期油以每桶48.75美元收市，係5月30日以嚟最高嘅收市價，升86美仙，升幅1.8%。倫敦期油收市報50.97美元。升77美仙，升幅1.5%。美國能源部公布，上星期原油庫存減少720萬幾桶，減幅遠超市場預期。汽油庫存減少近102萬桶，係連續第6個星期減少，減幅大過預期。社交媒體 Facebook 上季純利急升70%，但係受累於彭博錯報，公司每股盈利預測。Facebook 股價在收市後場外交易一度急跌近4%，彭博數據修正之後，股價回升，最後升超過4%，創上市新高。受惠於移動廣告收入增加，Facebook 上季純利升至近39億美元，整體收入升近45%，至93億2000萬美元，好過市場預期。每股盈利1.32美元，同樣好過市場預期。美國財長姆欽再次呼籲國會盡快提早債務嘅上限，強調拖延問題，納税人要付出代價。姆欽出席參議院一個聽證會嗰陣，再次促請國會喺8月休會之前通過提高債務上限，強調美國嘅信用係最重要嘅事，一定要準時償還到期嘅國債。佢話雖然可以推行緊急措施，例如暫停向公務員嘅退休金撥款等等，令政府喺10月中債務上限到期之前有足夠資金維持運作，但強調咁樣做有代價，例如令到財政部還債成本上升，意味公帑要為債務上限問題埋單，同時都會增添市場唔明朗。佢唔反對有參議員估計拖延調高債務上限代價大約係25億美元嘅講法。但是國會暫時對姆欽的呼籲沒有反應，因為想先完成推翻奧巴馬醫改，預計債務上限問題最終要9月復會之後才會處理。反而稅務改革短期內可能有進展，彭博等媒體引述消息說，由白宮同國會協商之後，有關稅務改革法案的指引最快今個星期內公布，預計長度會比4月那陣白宮發布的一頁大綱長，但就會比真正的法例草案短。總統特朗普早前接受《華爾街日報》訪問嗰陣，暗示會專注中產減税，但係富有人士減税嘅幅度會較細。據報部分共和黨議員推動向入口加税、出口減税等嘅建議，就唔會包括喺指引入面。姆欽出席聽證會嗰陣就透露，正係深入研究向電子商貿徵税，預計會帶嚟幾十億美元税收。無線電視記者黃文軒報導。歐洲主要股市向好，倫敦富時100指數升17點，巴黎股市升29點，德國股市升40點。美國國庫債券價格上升，聯儲局冇耐之後就會開始縮減資產負債表規模，對通貨膨脹語調亦都略為溫和，有助債市向好。兩年期國債孳息率報1.363厘，10年期報2.292厘，30年期長債報2.896厘。金價上升，現貨金觸及6星期以來最高，受惠於美元匯價下跌。紐約期金在美國聯儲局發表議息決定前收市，報每盎司1249.4美元，跌2.7美元。倫敦黃金賣出價報1260.26美元。看其他消息，政府說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第一日通車會有200多班次列車行走廣東省內短途線，而在一地兩檢方案下，實施內地法律的口岸區範圍仍然有機會可以瀏覽境外網站。
由本港營運的九架高鐵列車主要行走短途線，來往西九龍站到福田、深圳北站、虎門和廣州南站。政府說在通車第一日就可以有228班次，長途車就由內地營運，通車第一日有10班直達內地10個城市。不用轉車經長沙去上海最快大約7小時45分鐘，去北京大約8小時45分鐘。根據內地高鐵網，現在每日有5班由廣州去北京的高鐵全部都有中途站，最快一班車程8小時，中途停4站，其餘4班車程都超過9.5小時，中途最多停13站。二等座要大約860人民幣，一等座大約1380人民幣。若果將來實施一地兩檢，乘客在西九龍總站辦理完香港出境程序之後，入去內地口岸區辦理內地入境程序，沿途由等車、登車以至在車廂行駛期間，即使未過邊境都要按內地法律處理。被問到到時是否跟內地一樣限制瀏覽部分境外網站，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說可以嘗試翻牆。你用我們本地的 SIM 卡、其實你去到內地都可以上到 Facebook 的翻牆，有些是合法的。譬如我去到內地開會做事，我都要看回香港我們政府內部有什麼工作嘛。其實我上回網我都是用我們的所謂的 VPN。 若果區內發生火警或者醫療意外，是由內地還是香港處理呢？政府說兩地合作制定緊急和救援方案，包括考慮事發地點和傷者位置。無線電視記者林慧瑩報導。電視廣播投資1億美元和美國製作公司合作開發和製作電視劇，在美國和國際市場發行。電視廣播宣布和荷里活製作公司 Imagine Entertainment 成立合營公司，無線投資1億美元，各佔一半權益，將會製作一系列電視劇在美國和國際市場發行。 Imagine Entertainment 由百麗人基沙和朗侯活在1986年創辦，製作過不少得獎電影，包括奧斯卡最佳影片《有你終生美麗》、《太陽神13號》和《達文西密碼》等等，同時亦都製作電視節目。無線電視主席陳國強說，合營公司為無線電視帶來在美國合作發展電視項目的新機會。促成合作的華人文化董事長兼無線電視副主席黎瑞剛說，合作對無線未來的增長策略具重大意義，可以將國際內容引入區域市場，提高佔有率。無線電視記者梁詠儀報導。跟著社評摘要，交俾張文彩。好啊，經濟報社評，港大學者提議恢復大型填海開發新土地，當中以填平荃灣淡水湖的爭議最大，落實機會相信亦都好微，但係咁樣引發社會討論，點樣開闢新土地是好事，政府應該盡快提出建議，務求今屆能夠作出決定。文匯報社評，現時荃灣淡水湖儲水的供水範圍已經好細，不可替代性已經好低，填湖並不會影響本港的食水供應，而且荃灣淡水湖本身就是人工造成，生態價值不高，所以對荃灣淡水湖建屋的討論需要以更開闊的視野和思路來展開。東方日報社論，申訴專員公署就房屋署未善用公共屋邨的大量公共空間展開調查，再次證明房屋問題越演越烈的癥結在於港府不作為。正如傳媒一再踢爆，這個年頭當局大舉實校縮班，不少校舍空置，部分公務員宿舍年久失修等等，加起來最少有幾百公頃可以來起不少的屋，解決數以十萬計人口的居住問題，當局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期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和緩偏東風，稍後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來兩日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
平台，你要用的话，我想可以。三届众议员和三届参议员，并加入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等重要部门。对。相关，心脏唔好用好药，冠心病专利药益安宁丸，益安宁丸传承百年养心大方，冬虫夏草、海马、西红花、鹿茸等十四味名贵药材，浓缩成一粒小小嘅药丸，小药丸大能量，心脏好，人平安。唔慌啦，个心安乐，跳得稳。唔痛啦，瞓得好。人有力，个心唔翳啦，心口舒服晒，条气顺。心脏好用好药，冠心病专利药，益安宁丸，始于香港1886。以下医治冬寒之症，补阳气，排寒湿。鸿茅药酒，驱风除湿，健体温肾。夏天养阳气，冬天有底气。冬病夏治方法好，鸿茅药酒祝您健康长寿。鸿茅药酒，67味中药，药泻久痢，久住药效，驱风寒，止疼痛，调五脏，补气血，治病又强身。按疗程服用，能有效治疗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肾虚尿频、胃痰肺痛、气虚血亏，是中老年人综合调理的好方法。腰腿不痛，关节好，生活才能更美好。要是肾不虚不起夜，睡得安心，那老伴儿可就省心喽。要是颈肩腰腿都灵活，上楼可就不费劲儿喽。鸿茅药酒，中华老字号。鸿茅药酒，每天两口。平时呢，我都有胸闷啊、心慌慌咁噶啦，谂住唔俾个仔担心啦，忍下忍下咪过去算咗咯。点知有人啊，个心啊痛到不得了，痛到背脊都痛埋，仲成身边冷汗添。临时救心，步步惊心，平时补心，全家安心。天草丹心补心茶，药嘅效果，茶嘅味道。通血管化瘀咗，有效治疗湿都风、胸闷、心痛、心悸等症。2004年被国家批准为治疗心血管病的茶剂型药品，12年嚟为千千万万患者送去了健康的希望。天草丹心补心茶，对血管好，对心脏好。购买时认准天草牌，每日三袋，健康常在。
广东历来是一个出经验的地方，
这次广东企业又走在了前头，我们应该为他点赞。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北京会见了希腊前总理萨马拉斯。李克强表示，今年适逢中西建交45周年，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你担任希腊总理期间，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大力推动中西务实合作，促成中西比雷埃克斯港这一双边合作龙头项目，这也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项目。我们愿同希腊深化政治互信，拓展重点领域合作，增进民间了解和友谊，让中西合作共赢之路越走越宽。中方愿同包括希腊在内的欧盟国家加强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萨马拉斯期待双方不断拓展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互利互惠的成果。国办昨天发布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话就算对一个人失望，都可以想佢继续效力。麦凯布喺五月辞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被特朗普革职之后，处理局长一职。虽然特朗普质疑蔡新斯嘅决定，但系事实上总统有权任免局长。如果佢唔滿意，可以下令換走麥凱布為任新局長。美聯社報道亦都話，麥凱布嘅太太當時接受嘅捐款唔係出自希拉里，而係嚟自希拉里盟友，屬於民主黨嘅弗吉尼亞州州長麥考利夫。蔡新斯朝早原想去到白宮出席例會，不過特朗普唔喺會上。報道話兩個人近日都冇傾偈。特朗普最近接連話後悔委任蔡新斯做司法部長，並且多次公開指責佢被藉通俄調查唔恰當，私底下就批評佢唔忠誠。多個共和黨參議員就讚揚蔡新斯盡忠職守，促請特朗普停止攻擊蔡新斯。無線電視記者陳雅俊報道。喺英國，烏華有罕有遺傳病性命垂危嘅 BB 仔查理，佢嘅父母唔再堅持將個仔接翻屋企，同意俾查理轉到院。职责的机构到国务院同意后批准，严格履行决策批准程序，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最近公司改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使所有企业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独立的企业反对。它不仅仅是企业组织形式的简单辩论，中央企业制度公司要切实落实责任，确保按时完成任务。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现代医用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这是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是建设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立柱降临的关键制度安排。未来政府将会为公立医院运行提供切实保障，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同时，稳步提高医务人员的薪酬。央广记者黄伟报道。意见提出，2002年基本形成中医院运行新机制和治理机制，促进社会办医健康发展，推动各级各类医院管理规范化、精细化、科学化，基本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未来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王和胜介绍了未来推进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设的具体任务和路径。第一是强化医院制度，首次提出各级各类医院应制定医院章程。二是建立健全医院治理体制，明确政府对公立医院的主管职能，坚持职能，加强社会监督和行业自律，探索建立第三方评价机制。三是加强医院改革建设。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体系当中，正式分开广大分开是一个关键词。王和胜介绍说，未来政府和医院将会在医疗体系当中各负其责。指导意见1968年落成嘅船湾淡水湖系全球第一个喺海中兴建嘅水塘。当年以堤坝将海湾拦起，抽出海水再储存淡水。广大房地产及建设系同科斯产业研究中心发表报告，话荃湾淡水湖占地1200公顷，如果填平用嚟起新市镇，以两倍地积比率发展，预计可以提供300000个650平方尺嘅住宅单位。话工程对生态影响唔大，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将会得到根本解决。
方法上，取消医药补遗后，以通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实现医疗服务收入对公立医院的合理补偿，体现知识技术价值，优化医院的收入结构，稳步提高医护人员的薪酬水平，切断医护人员个人收入与医院和业务收入利益联系，使医护人员收入阳光体亮。香港填海土地面积超过6300公顷，占整体可用土地3/4。而随住立法局1997年通过《保护海港条例》，大型填海发展规划几乎全息。央广记者研究建议政府恢复大型填海工程，建立庞大土地储备，以降低楼价波动，并且增加人均居住面积，改善生活质素。有嚟到荃湾淡水湖嘅市民，建议有保留。这项高嘅企业户没有具体指向，但组织联合采取措施制止谣言传播，并采取适当方式澄清真相，加强视频谣言的规律特点分析，建立谣言案例图案全。有一个数据库的支撑的，债务可以实现农。预防性辟谣，比方现在到了一个记者草木要上市，从葡萄要上市，原来出现了一些谣言，对这种特别性的，就是以前有一个这样的规律，在这个数据库的支撑下面，我们可以及早的预防性辟谣。预计喺今年下半年完成。除咗喺港岛同大屿山之间嘅中部水域，兴建人工岛嘅策略性研究之外，严厉惩处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任何组织和个人未经授权，不得发布国家食品安全总体情况、食品安全风险警示信息，不得发布、转载不具备我国法定自治条件的检验机构出具的食品检验报告，以及据此开展的各类评价、测评等信息。出现谣言，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及时识别、抓取和整理，采取截图、截屏、保存视频和连接地址等方式，留存证据，追踪信源，对谣言制造者及时依法组织处分。中国之声这两天持续关注了北京多个小区违规分割自住房及商品房的现象。北京市住建委昨天再次明确，在统一物业管理区里，商品房配建的保障小区不能通过围栏和绿植进行分割。如果分割管理，需按照规划指标分区域建设公共领域和公共建设，确有违规行为的，将严格依法依规查处。央广记者周一帆、阿依努尔。首泰龙湖天普家园自住房交房在即，230多个中签家庭却发现，开发商在自住房与商品房之间建了道铁栅栏。业主张先生，他之前曾经用通推瓦砌的楼层都不一样，我们连大门什么都走不了，就只能走外面一两米小门。除了心理上的感受，大家认为隔离还给小区容积率及消防安全带来影响。The substance of the content or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world remains unchanged, right? So how can we define or redefine the strategy of this administration towards this part of the world, even if, you know, without the slogan, you know, or the terms, previous tradition? You know, this is something which is confusing people living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Well, he's found, for example, that Obamacare is more complicated. Yeah. So that maybe 24 million people will find themselves without any coverage. So they put a stop and I said, well, maybe we better rethink this. He also came in to office in terms of his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saying the pivot is being eliminated. And I would say, what does that mean? Does that mean we don't have Marines in Darwin exercising? Does it mean we don't have littoral combat ships coming through Singapore? Does it mean we don't have a relationship with the Philippines, et cetera? Mm-hmm. So if you go behind the words and get back to what you were suggesting, the strategy has remained unchanged. Yeah, you know, since, you know, in a,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s, not only Obama, also the previous one, you know, they are all established people, elite people, career politicians. They have the certain fixed pattern of thinking. So that's why some Chinese people might have thought, you know,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of President Obama, President Donald Trump might be a window opportunity for both sides to establish or to explore a new way of thinking, new way of interaction, you know, but which then seems to be the case now. It seems to be the established, you know, way of thinking
is playing a more and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influence or in, you know, in shaping in shaping the pattern of thinking of the present. You know, sadly, the history, you know, we are going back to the point which made us headache in the last years. And so knowing that, and knowing the consequences of what a war would mean, with any nation today, given the technology that we have to do everything in our power to avoid that. So we say, sitting down with our Chinese friends and with all of our partners, how do we structure a system to make sure that China's not contained, that China's military will grow inevitably. It may be certainly a regional power, maybe even a global power at some point in time. But that power must be used consistent with a rules-based, rule of the law approach. If it doesn't, then it becomes might makes right. And if might makes right, ultimately something wrong will happen. And so that's, again, that's the goal of diplomacy. Now, if the president or the Chinese say... 对，我们想走一走。 Facebook 上季順利急升七成，但受累於彭博錯報公司嘅每股盈利預測 ，Facebook 股價喺收市後長嘅交易一度急跌近4%。彭博數據修正之後，股價回升，最後升超過4%，創上市新高。受惠於移動廣告收入增加 ，Facebook 上季純利升至近39億美元，正體收入升近45%至93億2000萬美元，好過市場預期。每股盈利1.32美元，同樣好過市場預期。 巴西減息一厘，指標息率降至近4年低位。巴西央行議息之後，一致決定減息一厘，指標利率降至9.25厘，係近4年以嚟第一次低過10厘，亦都係央行連續第3次減息一厘。巴西央行話，雖然政治動盪導致經濟改革前景唔明朗，但對通脹短期似乎係冇乜影響，未來會根據經濟情況等決定係咪維持減息嘅速度。 央行將今明兩年嘅通脹預測分別調低至1.6%同4.3%。原油價格升超過1%，貼近8星期以嚟最高，受惠於美國庫存減少。紐約期油以每桶48.75美元收市，升86美仙，升幅1.8%。倫敦期油收市報50.97美元，升77美仙，升幅1.5%。 美國能源部公布，上星期原油庫存減少720萬幾桶，減幅係遠超市場預期。汽油庫存減少近102萬桶，係連續第6個禮拜減少，減幅大過預期。歐洲央行有決策官員話，央行已經開始討論收緊貨幣政策。歐洲央行管治委員諾沃特尼話，減低對經濟刺激程度係合理做法，為周圍討論。 不過佢認為係一段時間之內，負利率仍然有必要，而且唔會喺無替代計劃嘅情況下喺年底停止量化寬鬆貨幣政策計劃。諾沃特尼亦都係奧地利中央銀行行長，認為出年一月開始縮減兩寬嘅規模係合理做法。歐洲主要股市向好，倫敦富時100指數升17點，巴黎股市升29點，德國股市升40點。 美國國庫債券價格上升，聯儲局冇耐之後就會開始縮減資產負債表規模，對通貨膨脹與調亦都略為溫和，有助債市向好。兩年期國債孳息率報1.36%，10年期報2.29%，30年期長債報2.896%。人民幣公斤調收市價報278.88人民幣，總成交超過143億。 倫敦黃金收市價報1,260.75美元，成交超過127億美元。本港外匯基金票據方面，兩年期票據息率報0.8444厘，
三年期報0.987厘，十年期報1.547厘。美國新屋銷售連升兩個月，上個月新屋銷售以年率計有61萬戶，升幅0.8%，低過市場預期。上個月新屋貨尾上升1.1%，創8年以嚟新高，但仍然比起樓市泡沫爆破前少超過一半。睇其他消息，流感高峰期持續，由五月初到禮拜二，一共錄得372宗嚴重流感病例，249人死亡。公立醫院亦都繼續爆滿。聖德勒撒醫院禮拜三開始協助接收公立醫院的病人，全日只係有8個病人轉院。醫管局解釋，病人需要經評估為病情穩定，並在病人同意下先至會安排轉院。伊利沙伯醫院安排非緊急車輛將病人送到九龍城聖德勒撒醫院。根據協議，聖德勒撒醫院提供48張病床，病人每日只需要給120元住院費，同公立醫院一樣，醫管局會負責其他的費用。但第一日只有8個病人轉院，醫管局解釋，病人要先由醫生評估病情已經屬穩定，並獲病人同意下才會安排轉院。醫管局說正繼續同其他私家醫院討論協助方案，舒緩公立醫院服務需求的壓力。根據地契，聖德勒撒醫院和荃灣港安醫院合共需要提供161張低收費病床。港安說正是跟醫管局商討提供病床的細節，但是私家醫院聯會指其他私家醫院就較難騰出病床。其他醫院我們大家都沒有這個所謂 commitment to 政府嘛，我們是想幫的，而我也要係睇有空間先得㗎嘛，先幫到㗎嘛。而家你流感高峰期，亦都有啲我哋嘅內科病房、兒科病房都係爆㗎嘛。至於公立醫院整體內科病床佔用率達109%。無線電視記者趙嘉雲報導。跟住社評摘要，交俾你阿張文彩。好啊。明報社評，一地兩檢方案出爐，市民的關注既有出於好奇，亦都有出於憂慮，情形一如當年中央提出以一國兩制收回香港，港人對具體落實情況忐忑不安。一國兩制和一地兩檢的本質都是特事特辦，難免存在灰色地帶，市民表達關注和憂慮是好事，政府有責任解答種種的疑問，讓市民安心。大公報社評，一地兩檢在一國兩制之下的一項安排，西九車站內劃出一片地方以租任的方式給內地口岸人員使用，只是一個運作問題，並未涉及土地業權改變。何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亦都是一項政制和體制安排，並沒有改變主權和領土完整。蘋果日報社論，今次特區政府為了某些旅遊上的方便，為了所謂不被邊緣化，而甘心閹割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自願將土地連司法管轄權奉上。他只為了配合大灣區的發展或者其他內地規劃，再轉變革的空子，收窄香港司法管轄區就變得理所當然，停都停不到。各位早晨，歡迎收看星期四早上的天氣報告，我是沈志泰。今天都是一個時晴時雨的情況的，我們先看一看雷達圖像就可以看到，其實今早來說香港的東南邊就有一些驟雨就發生了，我們預測今天有陽光之餘都會有些驟雨，提醒大家出門口的時候最好都要帶回把遮。我們先看一看今天的天氣預測，我們預測就會是大致多雲，有幾陣的驟雨，日間就會有部分時間陽光，天氣就是酷熱的，最高的氣温有33度，風角方面就會吹和緩的偏東風，風勢就會間中清勁的。事實上如果我們看大範圍的衛星雲頭就可以看到，現在就有一些不穩定的天氣就影響南海的中部和北部，我們預計這些地方在未來這一兩天就有一個廣闊的低壓區影響它們。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在西北太平就有一個比較大的雲團，
咁呢一個咧，其實咧就係同熱帶氣旋咧納沙咧有關噶。咁我哋預測翻咧，喺南海呢一個廣闊低壓區咧，同埋熱帶氣旋納沙咧，喺未來呢幾日咧有機會咧發生一啲相互作用噶。咁佢哋嘅移動路徑咧都有一啲唔確定性。咁大家咧就要密切留意住咧佢哋嘅發展情況啦。咁所以咧，展望嗰方面啊，我哋預測咧未來呢一兩日咧就會係短暫時間有陽光啦，亦都咧會有幾陣嘅驟雨噶。今朝嘅天氣報告就講到呢一度，下次見。